幸福是千锤百炼的涅槃成长，是精益求精的完美绽放，是永不言弃的逆风飞翔。新时代，我们迎着梦想的阳光砥砺前行，在奋斗中书写人生绚丽华章。我奋斗，我幸福，敬请关注。每一次出警，他都在以时间赛跑。如果我晚来十分，或者我猜的再慢一点，那可能你就正好碰到那个轰的就起来。每一次排爆，他都在与死神博弈。19年，他将生死置之度外，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平安。哪怕是挽救过一个人的生命，我觉得也很值得。系列节目《我奋斗，我幸福》，拆弹专家即将为您讲述。在没看到之前呢，先把频率干扰仪加上，防止遥控炸弹。心里面还没有数，最后看到的应该是什么，是带着很大的疑问句的。疑似爆炸物周围有数十家大大小小的物流门店，许多货车都停靠在这里。万一是爆炸或者燃烧的话，周边这个环境是相当复杂的。当时还是很紧张的。我要观察一下呢，外围啊有没有异常，尽量的不要压它，不要撞击它，不要摩擦它。虽然张保国身着40公斤重的排爆服，但排爆服并不能完全阻止零距离爆炸产生的伤害。这个东西是有限的防护，1公斤 TNT 当量的炸药，3米之外不受严重伤害。排爆人员呢都是零距离的接触。遇到一定的当量的炸弹，他是没办法的。张保国从1999年从事排爆工作，是济南市第一个专业排爆手。1988年，张保国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弹药专业毕业，分配到部队从事弹药修理与销毁。爱钻研的张保国很快就做出了几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全军科技进步奖，成为了单位里最年轻的工程师，未来一片坦途。然而就在此时，因为承建施工中经常发现废旧炸弹无法处置，济南市公安局频频向张保国请求支援。有的时候可能一天就出去2次，有时候你像我们建立交桥的时候，在一个这个弹坑里面就挖出来300多。济南曾经是解放战争的重要战场，许多遗留地下的陈旧炸弹在承建施工中被不断发现，有时甚至会出现重达几百磅的航空炸弹，都是那种杀伤威力很大的。你像500磅的，它的装药量应该在120-130公斤的 TNT， 相当于2000多颗手榴弹的威力。每一次处置陈旧炸弹，张保国都能利用他的专业知识安全地排除危险，而这也使得张保国成了济南市公安局迫切需要的特殊人才。而转业意味着张保国要放弃部队里前途光明的研究工作，随时准备着身赴险境。我是一个军人，我就能够感觉到这种频繁出警频繁处置的这种压力，得让多少人提心吊胆，得有多少施工现场在那儿停工。社会的需要，老百姓安全的需要，让你不能去考虑自己，有更重要的事儿在你身上。最终
张保国选择了转业，成为了济南市公安局第一个专业排爆手。我那时候对自己的安全考虑得很少，觉得我是学弹药的，对这个无论是航弹、地雷、手榴弹，它的发火原理啊，它的是杀伤威力啊，装多少药啊，我是心里最起码是有底儿的。可就在成为排爆手的第三天，一个出租屋里的自制炸弹却让张保国遭遇了新挑战。这个啤酒瓶子，这个炸弹，把这个啤酒瓶子外面他用这个胶带啊，这个缠上钢珠子，而且这个瓶子口上的那种点火的引信非常的明显啊。这个啤酒瓶子，这个炸弹装满了以后要装一斤多药，杀伤威力的。其他的那个钢管炸弹啊，用三通做的，一共搜出来9个炸弹。虽然擅长拆除制式炮弹，但对于如何处置这些外表奇特、内部未知的自去鉴定，这里头是真的假的，里头那个药弄开怎么弄开啊？危险不危险啊？干着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水桶了，水桶里有水，相当于咱把它泡了，它就再火接触不上了呗，是吧？首先它是相对安全了吧。与土炸弹的惊险交手让张保国意识到自制爆炸物是他面临的全新课题。它的炸药来源啊，炸药成分啊，什么起爆方式啊，都是未知数，要比这个军用弹药要难多少倍，要危险多少倍的东西。为了应对这些变幻莫测的土炸弹，张保国在排爆实践中不断学习摸索。这个土炸弹它是逮着什么用什么，只要是能达到那个目的，就是一支圆珠笔它都可以用得上，一根线头可以用得上，一个电灯泡可以用得上，就是什么一个老鼠夹子用得上。每次排爆你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根据自己多年的排爆实践，张保国总结出火、光、电、化学能等4大类100多种引爆装置的爆炸原理和处置方法，提供给排爆队的队员们研究参考。所以说你到处置到一个现场，接到一个有炸弹的现场的时候，你要想象到各种可能，不同的炸弹有不同的处置方法，有的能拆，有的不能拆，有的甚至连动都不能动，那么处置的难度就会增加的更多。果断地拆除了引爆装置，而当大家检查定时器时，被设置的起爆时间惊出了一身冷汗。我们在大约10:50的左右时，把这个东西就彻底的分解开了。这个电子定时器是定在了晚上11点起爆，那么我比它这个爆炸起火的时间只提前了10分钟。如果我晚来10分钟，或者我拆的再慢一点，再晚了，再慢上10分钟，那可能你就正好碰上这个轰一下就起来了。所以说也很幸运，这一次张保国幸运地躲过了爆炸。然而幸运之神不可能每一次都眷顾张保国。千锤百炼的涅槃成长。
是精益求精的完美绽放，是生死度外的责任担当，是永不言弃的逆风飞翔。新时代，我们迎着梦想的阳光砥砺前行，在奋斗中书写人生绚丽华章。我奋斗，我幸福，记录我们新时代的追梦历程。2005年3月2日，张保国与同事一起去执行废旧炮弹销毁任务，要销毁57发炮弹炸弹，还有7个就是那个战争年代遗留的那种锈蚀比较严重的发烟罐，另外呢就是各个派出所分局收缴来的15公斤的火药。就在准备过程中，一个锈蚀的发烟罐突然泄漏冒烟，这是火炸药最忌讳的东西。如果这一堆火炸药里面混进了雷管，混进了火帽，那就不是燃烧，就有可能引发爆炸。要是爆炸的话，杀伤的距离就比较远，可能跑的那个战友跑的距离都不一定够。我最本能的想法就是把这个发烟管踢得远远的，踢飞它，然后别让炸药着，趟一脚。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呢，就在离着火药堆挺近了，这个火药堆也瞬间就着起来了。近千摄氏度的火焰瞬间吞没了张保国，我从火团里面是这个逃出来的，手突然烧成干巴巴的，都烧成灰色的，脸上渗液，就觉得有东西往下淌，就疼的就昏过去了。他的同事找到我说保国受伤了，其实以前是刻意的去回避，但是也知道这种事基本发生就是大事，所以我就挺就觉得一下呆了，我就问了他活着吧。张保国全身有8%的面积烧伤，其中双手深2度烧伤，说那个纱布就像个拳击手套一样，脸肿的五官就跟平了一样，跟盆一样，眼皮跟水泡一样。他使劲睁眼，他知道我来了，他说没事没事，他说手我活动了，能动，不要紧，没事。张保国的母亲得知儿子受伤的消息，因为伤心过度引发中风，导致半身不遂，而这也成为张保国心中永远的痛。就希望他能考虑考虑老兰，考虑考虑孩子，真如果再有一次，你有没有这么幸运，特别希望他能换一个别的工作，真的特别想。在医院救治2个月后，张保国回到家中养伤，可刚到家第3天，他就接到了同事的求助电话，说是发现可疑物，担心是炸弹，就说队长你说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我就很焦急，我看不到现场，你说我说怎么办，我都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我都不知道大小，我能怎么办。我说来车来接我就行，工作还需要我，战友们还需要我，要你就来接我，我就去。双手就这么吊着，戴上帽子，太阳不能晒，太阳一晒就是滋啦啦的疼的，都是刚长的新皮肤。到现场以后，该怎么操作哪个器材，直接就指挥着，直接看着怎么弄，最后处理完了，排除了。而这却让张保国的妻子李静陷入了巨大的担忧之中。那天我就知道坏了，尽管有第一次，你又开始了。我知道这个工作的性质，就是用他的专业保一方平安，关键的时候用他的命。
有他的命换更多的人也好，一方的人也好，这个他转眼没办法。从那以后，张保国出警的每个晚上都成了李静的不眠之夜。不知道该干什么，反正这个时候千万没有救护车或者是说警车别从面前过，害怕是这车和我有关系。哎，就是礼花弹，没有气泡的那东西啊。张保国知道妻子在牵挂，每次任务结束都会第一时间给妻子报平安，打电话说哎没事了啊。那一刻真的就觉得来能正常呼吸了，我真的就想能踏踏实实的一家三口能哎呀不用那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确确实实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可是在之后的两年中，经过每只手150多针的植皮手术和痛苦漫长的矫正治疗，张保国被烧变形的双手慢慢恢复了基本功能，尽管小指永远伸不直了，但张保国还是重新穿上了排爆服。其实我从来就没有觉得我该离开这个地方，或者是我可以不干这个工作，也确实在当前这种情况下离不开我，我就是离不开，我能胜任我就有这个责任，我就有这个义务。从1999年转业到公安，每次出任务张保国都是冲在第一线，如何培养起一支过硬的排爆队伍是他一直在考虑的。2018年10月26日12点，济南某派出所缴获疑似爆炸物，张保国带领排爆队紧急出动，把对讲机打开。开警灯。这个里面吗？就是类似于那个抗日战争做的。是吧？对，不行，哟，这个东西也得一般人也办不了这活。尽管从爆炸物里倒出火药还是存在着一定风险，但为了保留物证，张保国他们只能放弃水炮破拆方案，转而进行人工拆解。谁帮他穿？往下放。这一次，张保国选择让他的队员拆解爆炸物。破
迫切希望他们成长起来、成熟起来的这种心里挺矛盾，让他们干，心里不踏实，担心他们的安全。他们的专业和他们的这个经验，还包括他的心理，在达不到那个程度，有一个熟练的过程。另一方面呢，我要长期的不放手啊，可能也不利于他们的成长。就像孩子一样，你不放飞，他永远长不大。不经历真的现场，他什么时候才能达到那个强大的心理呢？那就些虽然是真的，但是安全性比较好，危险性比较小，也给他们锻炼的机会。接上以后试试练，就自己调控调控看看。两个事儿，一个是抠他的时候，虽然是铜皮的，不起火花，但是也别使劲抠。第二个往下磕他的时候，尽量离开药，别拿这个，慢慢的塞。看，不对，哎。或者感觉到药稍微多一点了，往一边弄一弄，别把手底下存的药太多了，这个别往药上控，别往药上砸，啊，磷酸钾的是不能砸的，万一是含磷酸钾的话，注意这么两个事。他说的非常细，他把现场所有的危险的，这个可能发生危险的事情都给我做了交代，做交代后，那么就看我执行的过程。现在还是属于。他是脑子，我是手，只要是按照他说的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但是他在旁边为什么还要看着？因为他要盯着我中间动作有没有偏差。一旦动作有偏差的时候，他接着就给我叫停，叫停完了以后再重新来过，重新交代，再重新弄。药别损失了，药损失多了以后，人家就影响这个什么了。啊。张保国的头发已经花白。穿40公斤重的排爆服，时间久了也会吃不消。确认没有太大危险的排爆现场，张保国就放手让队员们去锻炼。但只要是风险较大或者无法判断的，张保国始终坚持亲自操作。他觉得只要危险超过了他的这种判断，那他是绝对不让我们上的。你干的时间最长，你最有经验，这么危险的事怎么会让别人去做呢？从道理上我自己觉得没法说服自己，我是队长，最危险的事我自己干。排爆19年来，张保国先后成功处置涉爆现场90多次，鉴定排除可疑爆炸物130多个，排除和销毁炮弹4000余枚，销毁废旧雷管30余万枚，先后完成奥运火炬传递、第16届亚运会、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等重大活动防爆安检任务1200余次，捍卫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我看到这些数字，我也觉得我是做了点实实在在的对国家、对人民、对百姓有用的事儿，哪怕是挽救过一个人的生命，我觉得也很值得。